刚接触火药，这颗棒球弹就达到了音速。如果它怼到你身上，你会怎样呢？我们先拿假人试一下，你的话一会儿再说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来看棒球碰到假人那一刻，便瞬间穿透了他的身体，一个圆形漩涡在他上半身扩散开来，最终留下一个可怕的空洞。如果你当靶子，结果可想而知了吧？那么换成你昨天吃的西瓜呢？也是瞬间炸裂，再换成高尔夫球杆，还是一击击碎。就算九个厚实的皮革手套叠加在一起，也没能拦住他。这就是真空炮的威力，把棒球钻进管道，密封两端端口，再把管内空气抽空。这时如果一端关口开启，就会有大量空气涌入，并推动棒球高速运动。再加装一个压力罐，便能轻而易举让管道里的球达到音速，其威力更是势不可挡。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真空炮，你要用它打什么呢？